对不起，请问一下哈，请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要选它？是觉得它的口感，还是说口感不错啊？口感，那觉得跟以往猪肉桂的感觉，那个有多了一种味道，本来是只有那个口味的。有果冻的味道，现在多了一个肉桂的味道，这样。就是那个有结合新的那个开发新的产品，对对对对，味道其实蛮不错的，蛮特殊的。